天，昨天我走的时候是8点钟的时候有尿尿嘛，哈。有吗？8点多有，对，这10点还有尿吗？有一次，对。Okay, 后来呢？然后还有尿，就是尿尿正常了。哦。对。后来晚上几点再尿？他换尿不2个小时就换嘛，他有尿尿嘛。10点以后，后来又。对，12点呢，然后2点呢，今天早上都全部尿物都湿了。对。今天早上尿了几次？今天早上本来7点多，本来快7点半了。我们给来做也就可是全部都湿掉了，可能他尿尿湿掉，然后身体在很多流汗。对，我估他我知道他真的尿尿都没问题。昨天我去放假，然后我听他们你说尿尿有问题，对不对？我看他尿尿没有问题，本人如果他喝身体的两件，对不对？然后他尿尿出来，我看小尿片都湿的，大尿布有湿的。你说今天是今天早上我帮他起来洗澡的7点半，对对，我帮他起来一下，然后4点我自己给他上床的，我有帮他换。昨天晚上10点。今天早上10点，哦、对，本人洗脚完的话嘛，然后给他上床，我自己换尿布。嘛，他们说他没有尿，昨天没听说没有尿嘛，对。然后10点。那你上床的时候有没有尿？10点我给他上床，我有换尿布，对，我自己换的。对，不是你换还有谁换？不是有另外小姐的，有两个。对，不是她、我说今天得给我换她看怎么。她尿尿很好，她精神很好，你看她没有什么事，现化很好。现化。对，就是每次她没有什么生病，没有什么就都没有。我看感觉阿公阿妈别的就是小老婆，对不对？她女儿了，以前我们照顾她，而且爷爷的。他知道我们怎么照顾，对，然后真的我看他很好，都每次住外面，他到10点上床。昨天晚上10点，你说今天早上，对，那12点我们翻身他醒，所以10点有尿，有，后来呢？12点，12点，然后2点，然后他说尿尿正常了，12点有尿，对对，他有尿尿，大便呢？大便昨天他有没有大便？昨天没有在边，前天，这个是到哪一天呢？这22号，23号，这今天还没有写吗？还没写，对、现在还没写。对对对。你们通常是几点写、不是，我们还没下班嘛。对，不能几点我还下班，我还没下班。你说几点你要下班？7点。早上7点到7点下班。早上7点你要下班？对呀、几点上班？啊，对，7点晚上下班。对，现在那你怎么回事写？然后还没写。对呀、我时间怎么写？放生有写啊，就站着我写，我看这边就写。他有没有喝牛奶呀、就当人就有，不可能没有吗？9点都有啊，12点刚有、不是，我说今天23号嘛，这都还没有写嘛，对不对？那整个是空的，还没有写嘛。哦，你什么时候会写、通常？我现在看可以，我3点打开3点，我准备早上到现在看他消化怎么样，他有没有尿尿怎么样的，3点我们会写。是3点都是会写的。这个写不是你写吗？是咪咪写的。咪咪的，台湾人写。那你也会写吗？我也会写。这个是你写的啊。他放假就是我写的。可是我估他，我知道他怎么样。可是看他跟别的阿公阿伯，不是他身体很好，精神很好。对。可是你知道吗？他礼拜一发烧，你知道吗？礼拜一，对，你看我来，我看你的脸，我跟你说过了，脸他为什么很红的？对，你说有一点感冒。对。对不对？对，然后晚上他有一点点发烧，可是没有那么高。对。发烧到多少？发烧3.7一点点，3.3、3.5了。写在哪里？他们都没写。啊？有写吗？这个啊。嗯。那这个嘛，不是他们也写哈嘛？3.2、3.4、3.1、3.2，比较高一点了，对不对？然后3.69、3.69的，对，就没了。好的。哦好。那一盒都剪完，都在里面。哦，好，都在这里面，谢谢。好，这就没事了。
我喜欢我们这里，我喜欢我自己外老的，可是我真的喜欢在这里，他们天天洗脚比较干净，对。然后呢，照顾可是我们护士跟我们照顾的，如果看他有什么问题，一定去检查，对。我看奶奶真的精神很好，嗯，对，我感觉像是，对。你看你在讲，妈妈也在看你在说，对不对？啊，奶奶，嗯，对他很好，嗯，对。我觉得你还让他在这里就好，对。天天我们帮他洗澡，干净了，真的。最别的安长君一个礼拜洗两次。哦，怎么回事？真的，我不骗你。你怎么知道一个礼拜才洗两遍？好多人来家里了，好多人来，别的安长君来家里。真的，我不骗你。我，他昨天大夜班的，嗯哼，他去别的老板，一个礼拜洗两次，每个地方都有。另外，我们安长君送人家里，就是天天洗脚。我朋友同学都去过，他就当。然后大夜班。昨天他顾你看到大这班了，小姐，他来这里现在四年了，对，他顾四年了，他别的老板那边两个礼拜洗一次，有时候一个礼拜洗一次，哦，这么久啊？对对对，今天为什么我跟你说，我心真的，我不是做什么，可是我想奶奶家里真的，如果我有妈妈爸爸，我就是外人，我一定让他在这里，我真的，对，没有什么。就是真的，哎，有什么事吗？好，我问你吗？进来。嗯，对，我是真的。那边他两个礼拜洗一次，我不骗你。我照你的脸好不好？不好啊，没问题、啊。嗯，因为我很喜欢，很喜欢你。啊，没问题，对，因为你在这，我一来就是你照顾我妈妈嘛，对不对？对。然后我们一来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你不要照顾别人了，你照顾这个最新来的。对对，只有现在的话，老板娘有跟你说，就是我照顾他的一样小老婆那边。对，就是每，我真的觉得，别的安长君来我们家，他来看官的话，都马上送来了。对，那现在房间就全部啥都没有，房间空。对，本来我不喜欢，如果去那边别的来，真的好臭的味道，我不觉得，我马上跟老板娘讲，这是真的。如果有。小老婆的阿姨才知道，对，就是真的。他真的，我顾他，我真的。你昨天我说你，他没有尿尿，不可能。对，我自己觉得不可能。如果你想，如果他没有尿尿出来的话，你加他的尿管，你可以看到一天他尿尿多少。对，那边都有。对，就是他尿尿增长、大便增长，就算反皱的话，都没有什么事。对，为什么我说这里天天我们真的很干净，大家皮肤很多很多流汗。你说妈妈流很多汗？对，嗯，对，她有很多流汗。嗯，对。如果我们开冷气24小时的话，都没事，对。嗯，你们没有开24小时吗？你们晚上就关了吗？对对对，晚上有时候很冷，对呀、啊，对，不行。你看，他都是晚上几点关呢、啊？10点。10点钟关冷气。对、嗯。10点我们关、嗯，你看他精神很好，没事、嗯。去别的的话，一个礼拜洗两次，我还没办法，他身体这个没办法，我真的，他身体流汗，你一定天天帮他洗脚。对，嗯，我要去问一下，我不知道他们多久跟他洗一次澡。真的，嗯、对，他不可能的，他帮你加皮肤不行，加换衣服就出不行。你一定天天洗澡，你看我们为什么小老婆她喜欢我们，她姐姐奶奶都在这里，我们顾的，我顾她的，对，她都没换，老板娘解决就我顾她，那然后现在奶奶来的话，她说我一定顾她，不要给她小姐那边顾她，我顾什么，然后他们都看到，我来这里两年，有他们4年，小姐都顾10年，她知道，可是你说她，你弄了10年了，不是小姐的、秘密的，对。然后昨天的他有4年，他就4年了。对，别的安长君真的不，一个礼拜洗两次，很多他不可能，他们天天帮你洗脚，他说跟你说我帮你加皮肤换衣服，就是当人你没有洗脚，一定你加换衣服就是不干净，我觉得，
每个人都很就你来这里你没有感觉到味道粥、嗯、就真的没有、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外老不是台湾人的，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干净，真的、嗯、我喜欢在这里干净，然后他有趁什么病我们去带去看病都没问题，对，那现在身体很好都没什么，还干净，可是你如果你不在这里你去问别的安冷健康，真的他不可能天天帮你洗脚，他跟你说一个礼拜洗两次洗脚就算了，你真的好味道好味道，没办法吧，我真的嗯哼，我是闻到我妈的嘴巴也有味道，因为我以前顾我顾了六十几天嘴巴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味道过，不是嗯，为什么它有味道，它有假的，然后嘴巴它本来就一直有嘴就 对然后我们一直都是带它，它都是有假牙的、这个这个、有时候胃感觉都不好、嗯、有这个我有我姑奶奶那边我知道，你女儿天天她有来帮她假下假的，我们有下过，可是她有下过她自己讲，她自己讲医生自己讲她胃感觉有一点、嗯不舒服的，他也出来半个钟头、嗯、但奶奶这个都没有什么味道，你这个感觉都没有味道，他很味道，他很味道，他在这里十年，哦谁呀、啊、他那边他在这里十年，谁呀、啊、谁在这十年了、啊、奶奶那边他现在住医院十年，你说那个小奶奶啊，不是小奶奶，隔壁那边的、哦、对，然后三个奶奶那边一个奶奶小小的可以走路、嗯、对不对、哎、也在这里八年多，哦也在这里，对，他住医院这里，为什么他们喜欢我们，我们天天帮他们洗脚，对，奶奶这个都没有嘴巴什么问题，我真的你住那边进去房间的话半个钟头你没办法住了，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他不别的地方他讲他还要他的老公来家里，我的姐姐还有吗，对，他还要来家里，现在我们房间都没有，对、嗯、对，他还等他在这里十年了，嗯不是很多，我顾好两年我知道，真的奶奶这个没问题、嗯、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想带她去别的安养院，我不是老板娘，就是我随便你，可是我外老我心真的跟你说家里如果你去的话我们对不对，没有顾她都没问题，没有顾她没问题，可是我就是外老，我跟你说在这里我们天天洗脚比较干净，你自己想你的身体你不洗脚怎么行，对不对，那个一个礼拜洗两次你真的 OK 吗，哪有 OK， 好多味道，很多别的安诊进来我们他听说我本人我们在这里都信的，节目转跟房子都信的，有什么他们还没知道，不是，然后他来马上就送去了，对，真的马上就送去了，嗯，他尿尿很好了，都没事了，对，你放心，如果你想带他过去你一定，我自己想我真的没有人顾这样的，我想他一样我的奶奶爷爷的，我不信真的我没有什么事，对，你不是给我不是顾他很好你给我钱，我给你钱，对不对，就是我信自己顾他，我顾我怎么顾，我想顾奶奶一样，我的妈妈爸爸的都没什么事，我真的嗯，小奶奶知道我来这里很久了，她知道，对，嗯，她的奶奶呢我的奶奶呢我们就打扮得很热闹闹，你可不可以她洗过二顿一顿没打扮二顿，来你的奶奶了你的奶奶有热闹闹闹闹他跟你说他跟奶奶他自己信他说、嗯、他说什么他说你看奶奶就这么回事，对，然后你看看如果去别的安养院他有姐姐来这里哭，可是一个礼拜洗两次好味道都没办法，对，如果你想去别的安养院不好，你想过来安养院家里，就是真的
但是我们真的亲顾他，对，就是我们很喜欢他，不是外劳，对，就是。你说你们很喜欢妈妈哈？对对对对，他现在他一样，对，嗯，就是他的一说，你没带他在家里，你一个礼拜你来看他两次三次，你相信我们了，对，一样。他的一说，你要他家里比较好，真的干净，然后。他声音好小，你声音好小啊！他讲越南话给我，分明给你，他口语听不懂。啊。越南民唱唱他妈的，唱越南空调空调，唱黑色，空越南民唱黑民，唱黑民的，唱歌吧，你的米啊，民专业的米啊，米唱黑民，那来了，每个来来了。chúng tôi chăm hết mình, chúng tôi không bao giờ bỏ lãng cái bài, nhưng mà là chúng tôi chăm như thế, chăm rất hết mình, không bao giờ bỏ. Thầy tự ý xua, thầy cho cô nải nai, để đi ra ra lì, thầy xin chân tự cho cô, bố sư trả tự ai phiên lì sao mà, tôi, tôi sư xin, tôi cứ, thầy tự ý xua, thầy cô thầy sao mà giang, thầy cô nải nai ý giang, tôi, tôi sư nỉ ý giang, thêm thêm nỉ xí chào, ý tinh nỉ thêm thêm bằng thầy xí chào, tôi, mới hiểu quầy tao, tôi, bị chào hả?你看他心情很好，真的做美事，然后房间很干净的，好。那就问妈妈来，我要把那个爸，爸不问的，还忙不忙的？那啥，爸不跟你说了吗？你爸爸不问的，爸爸就跟你说。爸爸不问的，爸爸不问的，爸爸不问的。嗯，爸爸不问的。那从昨天他爸爸爸跟我说，爸爸不问的，爸爸就闭眼，爸爸就躺。爸爸不讲了。那他很好。他说奶奶看起来他的眼睛他很喜欢他的眼睛的他感觉这样子。你问别的他眼睛是不是怎么样？他因为那个甘阳院就在我们家旁边，我们家附近，哎，公园旁边。那我就去，我们之前就有去问过了，但是他没有位置。哎，那他昨天打电话给我弟弟，说有位置了，哎，所以我们就赶快去看。他说有位置出来了，我们可以去住了。对，那我们走路就可以到了，那走路三分钟就到了。哎。可是如果你带他别的安养院，他感觉很无聊无聊。这个小姐她会看到看东西。啊，你会看东西啊？不是看他的意思，你他奶奶现在信他自己，他没办法说话。可是他看起来的话，他。想你带他回去，可是不是回去。如果你带他别的安养院，他很无聊性，感觉很无聊。哦。他说：“如果你解决的话，你带；如果你解决，就是像起来新奶奶的话，他不想去的。可是如果你解决，你带奶奶过去那边，如果安长队那边不好，你过来这里，我们帮你顾好吗？”啊、哦，这样。你是说，如果我们如果你解决，就是奶奶信的话，看起来他。他去别的安养院，他很难过，很难过。对，如果你自己想解决的话，你去，
đúng không? Nghỉ trưa ra bên hóa chỉ thiên, đúng không? Khan ăn dẫn viên ra bên cu cu hả? Nghỉ cu là cho thì uống ăn ban nghỉ cu tha tha cho chỉ xin tha cu tha. Mày bảo cái bài này他说如果他奶奶看他心里的话，就是他看的里面家里，他说奶奶就是喜欢他，对，喜欢他，对，他没办法讲话，他说他没办法讲话，可是心里面他感觉，对，感觉喜欢他，喜欢你两个人，对对，嗯。他讲心真的讲，他信得了，可是他。他来多久？他叫什么名字？对呀、啊，我就是觉得他，我没有看到他，常常在照顾，比较常看到你呀、啊。对，他他可能不是照顾妈妈的吧？是，都是你吧。现在他还在白天一个月在一楼，等下他还上二楼上班。他下个礼拜下个礼拜要来二楼，对对对对，所以他还没有照顾过妈妈。然后以后他固定二楼的、哦、固定二楼，对对对，就以后要改成二楼。等31号小姐就过桥了、嗯、他顾二楼，他跟我哦，所以本来不是他没有在顾妈妈，他有顾过了，很少了，他有顾白天了、哦、他有顾白天了，白天他有顾了、嗯、他一个月，可是他有顾两个礼拜了，他顾过了，他知道。他说，他身体他的，他，嗯，他心自己感觉阿公阿妈年纪大了，他不能讲话，他心里面要什么事，就是奶奶现在，他知道奶奶要什么。他亲自自己感觉跟他讲的一样，不是什么讲的，可是他知道奶奶什么是要什么，嗯，对对，你知道我妈妈要什么？他刚才一说，奶奶，如果你解决他刚说的，如果你解决，你带奶奶先不想去别的，如果你带她回去，看你的家，你的家，就带去看。然后如果他知道你带他别的安葬院，他不高兴，他很无聊，很无聊。嗯。真的，如果觉得那，你去那边看问题，像这样子，那个小姐好厉害。啊？那你自己解决。奶奶，哼，吃饱了没？你吃饱了吗？对，吃饱了，热吧，按个闹了啊。他真的没事，尿尿没事了，你放心了哈。好，你跟他聊天，跟奶奶聊天。Okay, 好，我们去忙一下。好，你去忙哈。好，拜拜，谢谢你啊、哦，谢谢谢谢。那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写给我吗？他的名字，英文名字啊，跟你的。我不会写哎。哎，你会写？哎。把好对面的字，我得写成英文，再点开。嗯。我不知道。那怎么？你的名字叫阿春嘛，是不是？对对对，阿春，那你是什么？哦，那叫阿明，可是写不知道怎么写、啊、阿明，哦，不是，我是说那个越南的名字。哦，阿明，胡志明的明。你的越南名字也是阿明啊？对，阿明，对。对对，姓什么？胡志明，名字叫林明，啊。姓什么？阮世明啊。阮世明，阮世明。啊，阮世明，那你呢？我阮世金尊。阮世金尊，金尊是怎么写？金尊，金色的金吗？春天的春嘛。对对对。金是金色的金。我不晓得，阮是金尊。金尊。嗯。金尊。
阮世明，日月明吗？对对。阮世明，啊、哦，你是青春 ，OK，、啊、好的。那你跟啊。